唯有断恶修仙，才会当离苦得乐。水吉寺最早是对日本传过来，这是科学的方法，正是讲咱的起心动念、鬼神拢会知影。佛菩萨佫较免讲，最实验，我甲咱证明，当一切恶修一切善，不善的念头全部拢放下。起心动念，顺境顺仙，这个世界灾难啊，都会化解。咱明白这个道理，看到这个实验，都要认真来做，抓头来做。既然拄到了，爱认识，爱抓条的，背后啊，实际上每一个人。都没有机会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，就是念头的境界啊。无量劫来有善有恶，善恶境界无量无边，算不尽的啊。拄到缘也去现行，缘嘛是无量劫传落来，生生世世，善言恶言无完无了，所以你会拄到真多不如意的代志。明白了后，佛法真正会帮助咱解决一切疑难杂症啊！咱对家己来做起。断恶修仙，唔通认为讲起一个恶念无关系，起一个恶念会把你送去到无间地狱，这个唔得啦。这个代志咱嘛有看真多，确实真正可怕。断恶修仙最好就是了解一寡大乘经教所讲的这个理。为什么会有这款的现象呢？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无一项物件是真的，所以成佛就无困难。有佛，佛教导人，信、戒、行、正。这个四个阶段，第一个就是信心，坚定的信心，佛决定无妄语，但句话拢是实在。咱若有坚定的信心，相信佛讲的，特别相信佛讲的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，西方真正有极乐世界。叫做世界真正阿弥陀佛，观音、世智、十方世界佛菩萨，拢是阿弥陀佛的助手，帮助阿弥陀佛度化一切众生，一切万劫难遭遇。拄到一摆，唔相信，缘都错过了。也是会去三途六途，这个大错特错了。咱明白这个道理，信心要建立起来。真正有，我得真正发愿求生净土。我倒位都嘛无想要去，只想净土，只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只想要来去极乐世界。完成咱的功课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功课，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不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多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